学生和艺人的身份都很重要，学生是自己应该当的一个角色，艺人呢是自己兴趣爱好，很小就可以比别人早一点靠近自己的梦想，是比其他人都幸运的。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在一个超大的舞台上开演唱会，实现追求梦想的十年之约。 Enjoy my life， 我们是 TFBOYS， 我们在 QQ 空间分享生活。你们都是些渣渣。你是谁？我就是清雪网球院最拽的龙马，你们可以叫我溜马或者小马哥也行。这个世界是你的，也是你的，不过最终会是我们网球界姓马的。现在就连上天也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新之作。你这么操持，就连我都记得你的台词，都十年了，柯南君，你还没长个。姓马的够了，叫龙马。既然大家都说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，那我们不如以信仰之名融化时空法则的锁链。纵然次元壁已经打破，那么不如我们联手，告诉这个世界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。我像命运拒绝在黑暗之中被湮灭，像荒芜的路边携手撞击深渊的极限，理想与危机选择绝不妥协的信念，你的梦中会领先这世界。与梦念在不断循环的更替，真理得以被肆意的掩盖痕迹，双目却依旧闪烁你心坚毅，仍旧固执的追寻。面对面地马不确认的四季，想要回家错过的火山的权利，任颠覆的黑夜吞没了证据，要创造破晓的光明。被愚灭的文明心中的奇迹，是否尚一丝存迹？我拼尽全力，却只为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奇迹。以信仰维持别人虚伪合理与重叠，这光芒未见，只想依稀可见的蝴蝶，你将你的明天划过无边际的黑夜，一瞬间将迷惘的时代崩裂了，回下的誓言是年前交错的视线，真迹般的一切融化时空法则的碎，回忆化作勇气紧紧在脑海中浮现，你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。不要被我们的相貌给吓到，忘记关注我们的 TF 家族官方 QQ 空间，参与节目互动与吐槽哦。你觉得今天的主题会是动漫吗？是啊。你忘记上次怎么被整的吗？但是我生日已经过完了呀，千玺生日也过了，难道今天你们又要整人吗？其实吧，我向节目组写了一个申请，就是说呢，今天的 TF 少年购是提前过我明年的生日，哈哈，真的？是的，好意思，肯定是开个玩笑。不过呢，大家都穿成这样，就是本期的主题也的确是动漫，就是动漫吗？对啊，我觉得粉丝应该都是对我们这些动漫可能不会太了解，对，所以大家都每人介绍一下，对，身份介绍一下，我先来。今天我 cos 的就是月前龙马网球王子的一位主角，主角，对。他就是打网球打得好，人也长得帅，是吧？帅帅帅。对，然后呢，最后球艺运到越来越精，开了第三扇门，是忘了什么忘了，反正就是开了最终的一扇门，然后特别厉害，然后打进了全国大赛，然后赢得了全国第一。嗯，就是火影忍者的主角，他是一个小孩，他是立志要成为，不是小孩，他比你大。哦，那从我们的柯南先开始。对，名侦探柯南。对对，就是个子有点矮而已嘛，没事。你见过有这么矮？吴爱罗，你跟我说，对，吴爱罗，谁叫你抢的啊？吴爱罗，来吧，攻击力最强。不好意思，他后面一尾被剥夺了。
好吧，继续继续。来，请问的罗，来介绍一下，你知道罗是谁吗？知道，就是他放技能的时候说罗，那叫 Zoom。来，我们的刚来介绍一下。我们是折天钢琴，可以叫小刚。就完了吗？你要介绍一下你的人物背景。对，我不知道。我任性。我是你们之中的第三个扮演的。你可以把那个面罩接下来说。嗯，那不好。不是，你可以把这样说。比如说，这是面罩，你可以接下来这样说。像蜘蛛侠一样。对。我之所以戴上面具呢，主要是因为我的脸太帅了，但是没有你们帅。我是六代木火影。六代木火影是谁？有六代木火影吗？有六代木火影。当然有。是谁？是谁？还有是卡卡西。错了，卡卡西是七代火影，而且还没当上，刚手就醒了。六代木火影应该是团藏。是谁呀、啊？哦，就是那个暗部另外一个根的老大。那好，到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利波特。然后呢？其实啊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不是学挖掘机。扫地，好吧。你的学院在哪儿呢？好，山东吗？那么聊完我们的扮演的角色，我们就来聊聊大家平时喜欢看的什么吗？对，来，柯南，你先说一下。对，来你说吧，你喜欢看哪些动漫？比较励志的，然后热血。名字行吗？名字，蜡笔小新就很励志啊、哦。对，大侠。大侠，火影、妖怪，家庭教师，哎，家庭教师不是我们找的，还有那啥，灵魂。你很牛，你很牛，来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啊，其实我不看动漫的。来来来，你是下水道应该没时间看吧？有时间看，下水道有电视的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记得摘面具啊。我看海贼王。那个团藏来说一下，哎，团藏是独眼龙啊，哦，不是独眼龙，他另外一只眼睛是。用那个装甲盖着。我也看火影和海贼王。那你不知道六代目火影是谁？你还不知道团藏是谁？我喜欢看进击的巨人。进击的巨人，好血腥、啊！进击的巨人。到我，我告诉你们，那个赤丝就要开始爆发了。第三季全就是赤丝爆发过吗？你看着他马上就要爆发了，知道吗？马上就要爆发了。还没打呢，你怎么知道人家爆发？好，继续，那到你，到你。我喜欢看的就是海贼王嘛，火影嘛，然后棒嘛，网球王子嘛，棒嘛，还有那个家庭教师嘛。我感觉这些大热的动漫你都看过。对，还有黑子篮球我也看过。进入下一个话题，就是说到动漫呢，就是大家应该知道，就很多人物都有手办，对。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有一个手办来展示一下。哦，我知道卡卡西。对，我也知道是卡卡西。话说这个手办是卡卡西，大家都知道吧？就大家有没有什么手办呢？对，就家里面有，家里面收藏的。我家里有海贼的手办，就一些是粉丝送的，然后有些是自己买的。我的很多嘛。后面基本上是那种敢达类型的手办。黄文拼那个最多一个小时拼两块。Hello Kitty 是很好的一个对动漫。还有那个你看千玺那么喜欢看 Hello Kitty 对吧？哎，队友真的好吗？没有卖队友啊，千玺真的喜欢 Hello Kitty 啊。对，队友。对，千玺还有那个 Hello Kitty 的糖的特别好吃。那你继续聊天，千玺呢？我然后就是敢达系列的，小时候玩，就是玩坏了是吗？就零件把他的手给掰断了。没有，也是醉了。开个玩笑，还是完整的。啊，我家只有一种种类，火影。好的，好的，火影是好东西。家里只有一个我爱罗的那个模型。那个，你什么时候存在家里的？我家里除了海贼王的主角以外的手办。海贼王有特别多的主角。我知道海贼王里面的那个红发香克斯。不知道。那我们名人家里有什么手办？我家里啊有黑子篮球的最重要的一个手办，篮球。穿上这件衣服后，我觉得整个人都热血了。你看，衣服上都有血。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新闻环节，还有 QQ 空间提问环节。在家嘛，一般都是爸妈煮菜，然后偶尔自己，饭倒是煮过，然后爸妈平时不在家就会自己煮面吃，
一般都不会炒菜，因为太麻烦了。新年好啊！新年好啊！应该就会唱歌或者跳舞，对，和那个班上的同学一起。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就去天上吹风了。我觉得没什么可以去的，比如没有，我觉得还是平常比赛还是有些事要去天上吹风的，比如说刚打完篮球啊，然后好热，对，还有就是考试考差了这些，就特别烦的一些事。就是有时候太过于把一件小事看成一座大事，就小题大做嘛。然后还有就是情绪化有时候特别严重。动漫大会也别忘了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空间二维码，关注我们 TF 教主官方 QQ 空间，参与节目的互动与吐槽哦。比如说鸣人和他的朋友们，路飞和他的朋友们，然后就是我月前龙马和他的朋友们，还有费翔，还有费翔阿刚和他的小伙伴们，还有个下水道施工员，那个他有个绿色的小弟弟啊。大家知道动漫里面这个叫什么吗？羁绊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就不专业，就是羁绊，对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游戏就跟羁绊有关，大家还是看我们的游戏规则吧。好，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抽签吧。本期游戏分组，大家抽到的是1至10号。那我们现在分成了两队是吧？你们的队名叫什么？我们名字叫单数队。好吧，那我们队的名字就叫做双数队。球拍队，你们有信心赢过我吗？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计时开始。快进来。万万没想到，王俊凯和刘依霖刚刚跨入海洋球池，两人就摔倒在了场内。对，干嘛？挪过去，回去，对，快，挪过去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不得拉脚。哇，好棒！快要。又是万万没想到，王俊凯和刘依霖刚刚在队友的帮助下站立起来，第二步便再次摔倒。哎呀，辛苦了！别拉脚，好，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，走。好，起来，起来，刘依霖。不怪你。起来。娘。啊！啊！娘。呀！加油！天使，这是个危险的游戏。对，请勿模仿。对，不模仿。那接下来进入第二场游戏吧。对，就我们马上就会赢第二场，然后就赢这场比赛。不可能，来，我们进行第二场。现在就是我们第二个游戏，羁绊，对吧？居然无法从羁绊中释怀小凯。居然连第二轮游戏的名字都报错。不过根据事先的抽签序号，我们先来看看大家都选择了什么武器吧。就是第十号没有武器，对。然后呢，请第一号站出来，可以挑选任意挑选一个武器。第二号出来，二号好，那么刚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规则了。对，上桥吧。Round one， 一寸长，一寸高。好棒的呀！不能接。K.O. 他这一面具拆了。刘志宏，我真支持你称霸宇宙。哇！好，我也看着你没有上场的机会。第三个上刘依霖，耶 ！KO， 神魔警官秒杀他刘依霖。
double kill。第四位选手，我给你挡，我来。等一下，我那个锤子没气了，我让他站起来。啊，好高啊！我直接把刘军逮下去了。KO 小弟，好，由于刚才那局呢，双方都有，所以我们挑战一下。哦，好高啊，这个真的。3, 2, 1 action。对呀，双方现在处于试探型攻击当中，王者完全稳攻，两方正在交战之中。可是王者凯目前就放弃了，不防御了，防御了，王宇目前属于防御状态，但仍然被打啊！爆头！哎呀，哇！王者凯发起了猛攻，我的锤子脆了。王宇目前属于防御状态。两方都挖起了猛攻，只见王俊凯一个重心不稳，打屁股。我的锤子脆了。双方使用挑衅技能，踩一踏。但是目前为止，王云的兵器软了，软的王云兵器。王俊凯每次发动的猛击，一击高达80%的攻击力。150%，80%的血量，你不要费力气啊！对，好累啊！一下子直接打滚，下了算了。停，我们不如猜拳决定胜负吧？好吧。哇，你出什么交易？我不告诉你，我出不。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耶！好，开始惩罚，钻石圈。我照你。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。好好过去打。是演的吗？这是真的。好，快快又把那个打倒。冲刺。1, 2, 3。只能走直线。好晕啊。一招定胜负，冲过去，一拳，棒，没有晃，不能再练账，不能再练账，这回不行，这是第一招，6，哇，算以前的不算，这前面的不算了，这还要重新了，这是你们队的还是谁的？我们队的，还要重新来十拳，大哥稳住，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，你可以的。来，你可以的。再来，可以的。20圈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再来，20圈。一，谢谢。二，勾下去，下去。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。哇，出去了。好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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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你可以去了，可以去了。去打吧。我相信你。你是怎么了？你是醉了吗？今天的惩罚环节就到这里了。今天的节目呢？也就到这。马里奥大叔，因为我也讲特别晕。爱你。
同在无动于衷，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了是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，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度使用不痒不痛，烂醉手空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是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，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度使用不痒不痛，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又落空，太过沉重，过度使用不痒不痛，烧得火红是心缠绕心中，终于冷酷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在